首先呢，祝福啊，缅甸各族人民啊，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吉祥如意。我们非常高兴啊，因为这个纳茂镇呢是，昂赞将军的诞生地，我们能够为国父的家乡啊做一点事情，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想这个医疗事业是老百姓最需要的，一个事业，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缅甸的这个卫生体育部啊，跟他合作，在缅甸建设一个好医院。去年呢，我们在缅甸卫生体育部的大力的支持下，在仰光呢，我们建成了都根济这个医院的这个修复工程。我们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在缅甸卫生体育部和马贵省政府的这个安排下呢，我们来到纳茂呢。来开始建设第二所的中缅友好医院，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将向纳茂医院这个新建一个急诊中心，也要改扩建这个老的这个这个病房，还要提供一些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培训，我们希望这个医院改扩建以后啊，能够为纳茂镇地区的人民啊提供更好的这个医疗服务。根据我们现在项目的安排，明年的五月份，这个工程就要完工了。我和首席部长阁下已经约好了，明年完工的时候，我们还要到这来再举办一个，这个建成仪式。正如我们缅甸朋友所知道的，我们中缅两国正在开展“一带一路”的合作，正在共建中缅经济走廊。我们也相信呢，在中缅共建“一带一路”和经济走廊的过程当中，随着两国人民啊。这个受益啊越来越多，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括友谊啊将越来越深厚。谁有谁被安的，以后路上成哪里，拉比少比的给啥哈？第三个比如路也讲嘛以后，比较高超过平时嘛平时多叫，第一年嘛积极以后，明年说超过平时嘛慢慢呗。古路路也得叫，第一比如怎么样那个呢？比方说明年那个路那个哪里也讲嘛，积极引领路的，路面哪有那么干？这有比如怎么样呢？比如的阿龙国家马家巴西四川马家巴西那些人阿像那个面的咱们干完呢阿像地大的窟窿可把一的窟窿也影响大家也不留住的也过沙地的不对不上的比那家巴西路苏州米的不答应你给我出发的一个上这个来的那路第六年才有你那个路爱的一把的上的路呢那路平平天天就冷呢压西街的上面还有这些